完全没什么问题啊。哦，安迪，你的雨伞竟然是放太危险了啦，会帮我转转了啦。不是，那不是我的伞啊，那个是真正的伞啊。哦，是真正的哦，真正的哦，没关系啦，你随便放好了，我们爸痛好不好？这个巧克力我给你吃，我希望你吃的时候，你的心脏就会有我。你不要，至少会变胖。哭啊！这个就是我9999个女生说不吃巧克力了。最近我黑了我身体，我工作，哎，我的爱情都没有很顺利的，他谁会帮帮我？哎，露西你在这边干嘛？我要吃巧克力啊！但这不是重点啦，你刚刚是不是提到你最近都很不顺利？对，没错。我跟你讲，身为台巡第一的台女，我就是可以解决你所有的疑难杂症。真的、哦？你来台湾是很久了。对。那呢，你就要来入境随俗，有一个地方呢可以完成你所有的愿望。台湾有这种的地方？有有有。那我们赶快走吧。好，我们走一下。这个巧克力你不要拿哦，这个是给真真的。哦。男人啦。最近骑到一支小雨伞，就是一支小雨伞。你在江山小老的骨头比你烂很多了。到底我要变我的心意的地方在哪里？我要让你变心意的地方就在你的眼前呐、啊，石门金刚宫。为什么感觉这边是一个庙？就是有庙界迪士尼之称。所以我们今天是来拜拜哦。对。要拜什么神？啊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啦。你先不要这么好奇啊，男人不要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，尤其是我也一样。公差小，你们就只会对我这种女色，然后很好奇，都不对一些正经的事物，例如怎么哄女生开心啊之类的。我们进去就有超大很多牵手欢迎，很多只手。Lot of hands. Yeah. Interesting.拜拜的东西我都不拜，都不会吃。然后我们这边是那个有24孝，就是孝顺父母啊，叫你做好事的那种。哦。哎，它有英文哎，好贴心哦。我自己翻译。Kiss his father face， 吃他爸爸的脸。可是中文不是那个呢。长分忧心。这个不是脸哦，这个是 feces。feces 是什么？中文是什么？就是吃大便，然后很对啊，这个也是大便，这个是大便啊。是啊，只是 face 啊，没有 A。吃爸爸的脸也是蛮可怕的。对嘞。他是吃大便，然后来看他的病怎么样哎。Interesting。那你会吃？如果是你不舒服，我会吃你的饭。哎，这尊啊，他用他自己的乳汁，然后来照顾自己的婆婆，这种孝顺。刚刚吃大便的我不行，这个可以。你说哪一个？你说露出你的奶吗？这个给我，可以，我可以。你要给你的婆婆洗？没有人家给我啊，你只能照顾她的婆婆。啊？什么？婆婆不行，我谁都照顾啊，不止婆婆，连公公都照顾嘞。老板跟妈妈先看看 O 不 OK？ 你会帮我做吗？你最近有需要吃什么药吗？就是骨头药。骨头？我今天扒了很多呢，现在骨头都痛痛了。我才需要吃骨头的药吧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为什么亚洲人都这个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到狮子还是那个老虎就是这样子跟他打架。我们非洲人不会，你知道我们做什么吗？我们是跑步，所以我们跑步很快。走。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主要拜拜的地方。四面佛看起来很泰国那一种。对，它是泰国的四面佛，然后四面佛是可以求平安、健康、爱情还有事业。有很多事情。没有。你先还没拜拜你就更衰了。通常拜那个四面佛就是可以那个按照它的顺序开始拜，所以我们先找第一个，这就是平安。然后呢，今天主要来帮你求四面佛的平安。其实它就是你许什么愿，它都可以帮你实现，它算是蛮大众的这样子。哦，它有四个面，四个面代表不一样的。这个时间我觉得我们要帮整个台湾拍这个平安的部分，对。但求四面佛就是如果它有帮你实现愿望的话，你是要还愿的。嗯。就是比如说你可以送他花，或是说跳舞之类的，你就这个。这一定不是这个。哦，阿西斯台，你知道吗？这种的吧，这边看不出来是吗？
这样我们应该要卖那个 Jeep 啊，然后他在上面啊，我盖啊。哦，你说钢管的那个？对，然后他穿比基尼啊。就是基本的财神有五路、八路跟十二路，然后今天我们拜的是八路，八路就是五路加上天地人三路。天地人。对对对，这是拜那个你的金钱可以旺的那种。这边有一个快速求签的，给你十块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我有去过一个。他会把那个签架拿出来。哎，其实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，我好害怕哦。小时候觉得这很可怕。拿了。哇，好酷呢，小姐你好。哇，对，那个的。我这次是可以用吹的、啊。没来。啊。专业的解签，这是他刚刚求到的。好、啊，要求什么事情？平安。然后他什么都没在想。这个还不能讲。啊、哦，还不能讲哈。看君来问心中事，积善之家庆有余了哈。运亨财子双生字，子日喜气亦能余了哈。这个签是上签。哇 ，very good。哦，你去到哪里？哪一个国度都一样，你所学的事情都会如你所愿，所以这个牵挂里面都是好的。所有他想的事情，所有他想的都会跟他心中会不谋而合，有一天都会成真的意思。可以这么说，心想事成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这是什么？蟾蜍。就是呢，跟他供奉，然后呢，你就用这个值三个圣杯。如果他同意的话，你就可以带一个酒鸡回家。不知道他会不会跟我回家？哎，第一个圣杯。所以这个是 OK 的 ，good 的、哦。对，但要连续三个。这是打开的。就是一正一反。啊。啊。来了。那啊，一正一反啊。会不会是因为他讲英文，然后但是他讲你讲中文看看。我准备了一句台语让你学。好，来，就是关于来拜拜的。有家有兴气。有家有兴气。兴气。兴气。有拜有保庇。有拜有保庇。然后如果你的对象是女生的话，你就可以再多加一句。哪一个？领导比多位。领导已多矣。对对对，就你以后遇到女生，然后呢，想要跟她一起拜拜的话，你就可以讲这三句给那女生听。有家有兴趣，有拜有保庇，领导已多矣。那你还记得他的第三句教你的没有？那个我不会忘记。我再跟你讲一次。拉面不合嘞。现在我们要去看，就是金刚宫里面最有名的一尊神。哦。你看他这边有日文。就因为这边有很多日本游客会特别爱看这一尊，所以很多日本人应该会来这里吧？这边连渡边直美都有来过。啊，这个是写什么？阿那达尼盖马秀，怎么？我上去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妈看到日本字还是看到韩国字，她会问我这个写的什么。那你都会怎么回答？我比较小。这就是金刚宫最有名的哦。这个手不是大的手吗？不是，他原本也是跟我们一样，是都是有眼睛的。然后，但是因为他嘲笑了一个昏君纣王，然后昏君纣王就惩罚他，所以把他眼睛拿掉。后来他就被那个道德真君救起来，然后他就在他的眼睛赐予他小手，后来他的手就再长出眼睛。我的朋友们，不要讲我的坏话好不好？你们就知道会什么样。嘉明跟黑牛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知道我的第一首歌也是跟宫庙有关？真的、哦。Bobby 啊 ！Bobby。我刚刚聊到就是呢，你喜欢的对象。那一个成功的男人呢，背后都有什么？一个成功的女人。对，一个支持你的女人。对，一个人是 behind every successful man is a woman。Yeah. Yeah. 所以我现在要来
求那个月老帮你找到你的那个 Mr. Right。真的？对。然后拜这个人就是要先自我介绍，讲你的姓名、生日，然后跟你现在住哪里。嗯。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告诉他，就是你希望的未来对象的条件是什么。你好，我是黑龙，4月14日生日，我住在新北市。高度的话，我觉得比我高不要超过10公分可以，然后比我矮也不要超过20公分可以。哎，你在低哦，你160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160。OK 啊。然后接下来个性呢？不要很安静的你，你要 outgoing， 你懂吗？一直有话聊。对对，然后你要聪明，我的话聪明很重要。我们聊的时候不要很尴尬，这样子对。然后脸的部分，我不喜欢可爱可爱，我想漂亮漂亮。所以你不要做其他的。哎，没有，你漂亮吗？不要，你不是可爱可爱哦。你要了解我，我也要了解你。这是重要。对，超重要。You understand me, I understand. You feel me, I feel.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? Yeah. 哎，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未来，你希望他未来可以跟你一起做什么？生几个小孩？两个吧，我要两个。你不生一个足球队哦？你这么爱踢足球？足球队我没怎么那么多钱。我听到了没？要想要就是有小孩的女生这样。呀！我觉得蛮详细的。真的哦。但应该可以猜到他刚刚讲哪一个女 YouTuber。大家猜一下，留言一下。对。完蛋了。是谁 ？OK。嘿咻！哒啦哒啦哒啦哒，哒啦哒啦哒啦啦，啦啦啦啦。刚过那个黑人的那个嘛，好，我们现在到了天堂地狱店。哦、oh, ，nice。对，我们会看到这边有牛头跟马面，就是台湾的习俗，在你过世之后，牛头马面会来接你。这个是跟牛头牌有关系吗？还是黑牛？过世的时候看到黑牛是蛮亲切的啦。Interesting。哇，这个地狱的入口，善恶分明。哎，它靠近的时候，那个灯会亮哎。什么东西？不要吓到我了！你的第一关就是让你如果吃饭没有好好珍惜食物，然后跟双亲的话，这边就会是第一个审判，贩毒走私花言。哎，花言巧语也不行哦，你会用一些好听话，假的好听话。这时候我说我会带你上天堂。对对对，所以我现在带你到地狱。啊？哦，你爸？我爸比较高。我真的是黑人呢。对啊，大妈是那个开山有个包青天。开封啊。开是开封有个包青天。哦，还在我方块去喽。对不起，他不懂事。等一下你在哪里就要体验真实的。我离开地狱了。那黑龙，我今天带来这边参观，然后祈求拜拜，你还满意吗？满意一点点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有平安嘛，然后有那个爱情，然后有那个发财，不是少了两个很重要的。还有哪两个？这就是工作的部分，我不要被老板骂，每天这样子，我要轻松轻松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要一个月内台湾升旗哦，100万订阅。啊？可是这样子。等一下，谁在打电话了？等一下，这是谁？三国志奇谋天下。你们想求事业吗？那快来下载《三国志解谋天下》。独特官道机制，加快凯皇与行军速度，不用再等待波罗占领时间。不卖字眼，不秒兵，不费力，绝对公平对战，要赢全靠谋略。九宫格自有摆阵，攻击阵型兵种各自，简便文化。三国之七魔天下还是首款上线就赛，全亚洲同属的大型跨国竞技策略所有。现在登录就送黑龙关羽，还有免费200抽，让你边玩边求事业，顺啦！也太像你了吧？没有啊，不是黑人都很像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但黑龙，你今天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哪个地方？我觉得是那个地狱那边哦。你也可以先看一下预售屋吗？啊，不是啊啦，不是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也可以过来一下看一下哦。对，看一下。对。黑龙住哪里？对。不是住在那里哦，好不好？然后你们可以记得下载一下那个《三国志金魔天下》的游戏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。卡紧的啦！卡紧的啦！每个星期五再见哦！拜拜！拜拜！阿里嘎多，马尔拜马斯。里嘎多，罗巴多。这个的话哦，我跟大家讲。铁牛。对，你的想法跟我一样哎。这里有一个吞金大将。吞金大将什么意思？
就是很会吃一些东西，营养的补品之类的，然后吃到就是变成大将军。大说哦，所以他原本这样子，吃东西变成这样子。对，吞金大将。你想吗？你说吞金吗？对。没关系，我觉得这样很好，我现在已经很强壮了。对啊，我也知道，我觉得我 OK， 我不要跟黑牛一样。所以黑牛是吞金然后变壮。对啊，他有吃一些特别的东西。那是谁的？你们三个人要互相给对方。黑龙关羽，我希望最重要的是这边变大。这边变大，我没办法了，太难了。我是关羽，我不是医生。你再看一次，真的没有办法变大吗？如果把这个放里面吗？可以吗？压在里面，好像这边跟这边没什么差。三国是秦国的将，我是黑龙关羽。三国是秦国的将，我是黑龙关羽。三国是秦国的将，我是黑龙关羽。